上今天好像又有时代力量的友军希望来跟你们合体。那这个时间不是选举慢慢到了，就开始会有候选人会同台。可是之前高嘉瑜就是常常帮您讲话，也跟您同台，然后现在被姚文智的发言人说应该要退党。这个其实哦，就是这样的哦，这种其实像。不管是昨天那个里长啊，或者是高嘉，我觉得他们基本上他们都还是算民进党的坚定支持者嘛。只是说，他也许哦，他总统啦、立委啦、里长，他每一个都支持民进党，只有在市长，也许他觉得我做的比较好支持我。但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应该是不应当一个候选人的发言人出来讲这种话。这个我讲说。一个比喻的哈，应该是狗咬尾巴，不是尾巴咬狗。这个我觉得这实在是怪怪的。可是那个我的意思是说，不要为了一个人然后一个派系的利益啊，去绑架整个党的利益，甚至影响到整个台湾的国家利益。